Hello，我们是 Studio。今天呢，我们现在是5点多，快要5点半了。然后我们要坐计程车，可是大家还没来。我们要去机场，对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到机场了。其实还蛮多人的，我看，那我们应该是223，那我们就走吧。Captain speaking. We are arrived for Kakko Airport. 是日本，太棒了！我们终于到了日本。忘了上期的鸟居，你们看。在岛上，这是在岛上的雕像。1612，对，在年六岛。对对对，然后他的绝招是厌烦啊，就是小四郎的绝招。我刚很白痴的走进去，让他们要多再拍一次了。他们在拍，我也不知道。
一个小男孩背书包戴着帽子，然后那里是船，然后还有夕阳，这应该算夕阳吧。他们还在拍。7 买了一些东西，对，那就是这些。但现在你们不能看是什么，因为等一下我还要来拍开箱，我不知道会在 vlog 里面还是额外拍出一支影片。那我们这一个饭店下面是游泳池，外面是很多车子，对，就在九州的福冈的一间饭店，叫做别府湾。好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要穿着浴袍去泡温泉，那我不知道会不会拍，因为我应该要充电，那我们就走吧。Let's go。Everybody down like this。